的境界。哎，放心我。霞姨，霞姨，霞姨。哎 ，stop！ 你讲，刚刚就不要听他出名了哦，不要管。是累啦。以后莫讲烦就好啊。爸，爸有代志要甲你讲。是不是因为雷卡掉了啊？真正有啥物问题？灵魂召唤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8点，一家团圆，欧客不听气。春秋，来金姐，哎，别是我，那好人看到我跟你当作伙，是不是太痛？阿红啊，你提这两礼拜也是要创啥？我特别用我这届查一单肉体的代志，去业界查厂了。伊若是有才调，就把我的衫脱掉；啊，若无，我做你脑壳底。我的预料不对，应该是曹峰在查新闻，不然恭喜。我怎么去找杜神哥、曹峰算账？我袂帮你算。我的预料还是你无资格搁留伫遮。出去！你若要过，你就过；差你遐爸爸都要转来啊！你想好是想好清楚，讲遐都太解释。小艾莉，你感觉我是什么款的人？你想怎？要一直叫我小阿姨啊！全全安尼叫，我就缀伊叫啊！小阿姨，你莫误会。你讲，我感觉伊对不要听下出名了哦，就变啊怪怪。我就一直做烦恼，讲是不是因为雷卡掉了啊？灵魂召唤，阿丽，我就知你无死。你今麦是真想还是伫咧做梦？你搁徛伫遐创啥？你袂来啊？大嫂，大兄已经死啊，哪有可能倒来看你啦？哎，查理，你是要跟我讲是谁给你害死的？你紧跟我讲啊！小萱，我的好太太，时间到，好困啊哦，宝宝嘛忝啊，想要安安困啊哦。情动